先别关，这像不像每天早上被暴力叫醒的你？虽然你现在迷迷糊糊的，但你昨晚睡觉时发生了什么，你的手机可能都知道。现在你打开手机的话，总能在上面看到五花八门的睡眠监测 APP。 人的一生大概要花23万个小时在睡觉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手机可以让我知道自己的睡眠质量如何的话，听起来是件挺有价值的事情。但我们很好奇手机到底是怎么样去监测我们的睡眠，以及它的结果是不是精准。所以我现在来到了一间医院的睡眠检测中心，准备进去睡一晚，然后今晚我会同时用器械跟手机去监测我今晚的睡眠，看一下最后对比起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我今晚就是在这里面睡了是吧？对，今天你就睡在这个床位上，然后我来给你装机器。今晚我将会体验目前临床睡眠研究的黄金标准 PSG 多导睡眠监测，我们将用 PSG 得出的结果作为参照标准，最后用手机结果比对。 PSG 呢，它其实是一个 polysomnograph 的一个缩写，最直接的用途就是用来监测睡眠呼吸疾病，另外就是一部分人呢可以用来了解他的睡眠质量，比如说这个深睡眠浅睡眠。时间呢，从今晚十点到明天早上七点。我一定要十点钟这么早睡吗？你十点钟还没有睡着那也没关系，你的脑电波会有反应的。要做到精确的分析我的睡眠， PSG 主要是从五个维度去进行监测和判别。一、心电图检测，由这个靠近我心脏的灰色模块负责。手指上夹着的血氧仪用来检测血氧饱和度。脑电波数据则由头部附近的橡胶贴片捕捉。脸上还有六个负责捕捉面部肌肉运动的贴片。最后是气流呼吸监测，用来检测我睡眠过程中的呼吸状况。你觉得这样很紧吗？倒还好，没什么感觉。比如现在应该长得挺像科学怪的。明天醒来之后 PSG 就能得出我的有效睡眠总时长，以及我在不同睡眠阶段所停留的时间。同时结合我的呼吸血氧数据， PSG 也可以捕捉到我打鼾和缺氧的情况，从而排查睡眠呼吸类疾病。明天早上天亮了以后实在是睡不着了，很简单，直接把它撕掉就可以了。明天见。明天见。觉得我可能带这个东西晚上可能会睡不着，因为它整体带起来的那个感觉是挺不舒服的，而且会漏口水。今晚我也准备了四台手机，两台苹果，两台安卓，设上同一个睡眠 APP 的闹钟，睡觉。还是不要盯着我睡觉了吧。这里有一份来自中科大2017年的学术研究，报告中提到，在实验室场景下，手机感应器检测到的结果与 PSG 结果比对，准确率能达到 59%。 那我们的实验结果会怎么样呢？天马上亮了，切回现场。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鼻子的这个部分其实插在里面还挺不舒服的，那我现在就先把这些拆了。天亮了以后，把它放在床边，接下来就等医生来，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数据是怎么样的了。医生早，我昨晚好像没有睡很久。去看一下你的这个睡眠情况，我们就看看它的睡眠分期吧。一期占了110多分钟，三期、四期加一块也只有21分钟，不会有很好的睡眠体验。PSG 把人的睡眠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快速动眼期 REM， 这时眼球会加速左右摆动，意味着我们正在做梦。第二类是非快速动眼期，其中又分成 N1 到 N4 由浅到深的四个睡眠阶段，一场好觉3期4期的睡眠时间至少要占 15%， 而我昨晚这部分的占比只有 8%。 好，报告有了，是时候看看手机的结果了。
我现在手上就拿着我那一天的 PSG 睡眠报告，然后这四台是我那天晚上放在床边的手机呀。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睡眠阶段的分布。PSG 的这一个睡眠趋势图呢，就跟我自己的体验会比较相近一点，差不多大概就是在三四点钟的那个区间里面彻底醒来。我甚至就发现了我们的那个夜视的摄像头掉了下来，所以我就还起床去把它扶起来了。躺回上床，但就是后面也没有很熟睡了，就是基本上就躺着闭着眼睛。然后手机上面的话，其实也有一段我先是醒过来的，有监测到，但它没有这个这么的精确跟仔细。手机 APP 来进行睡眠检测，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使用手机的麦克风进行录音，然后做一个语义的一个分析；另外一种用加速度计的这种方式来做睡眠检测。麦克风检测的大概原理是，通过捕捉呼吸声的周期、潜在梦话、打鼾来间接推断使用者的睡眠阶段。麦克风好理解了，但加速度计到底是什么？秉着我们一贯寻根问底的精神，那当然是要拆台手机看一看啦。小哥你好，我想看一下手机里面的加速度器在哪个位置。啊，那我给你测。好小，黑色的那个，找到了吗？就是这个小小的部件，它会抓取手机 XYZ 轴的动态，说白了就是让手机有一个方向感。有了它，你的手机就能实现自动翻屏、自动唤醒。除了这些大动作，加速度计甚至能捕捉到毫米级别的动态，所以理论上放在枕边的手机也能通过检测我们睡觉时的轻微动态来推测我们的睡眠质量。苹果这一边大概五点会有一个清醒的时间，然后这一边安卓这一边是没有的。这一个数据的话可能是会比较贴近我的体验，因为我当时的确就是没有睡着，然后有阿姨进来打扫，她开着灯，我看着她，她看着我。监测可能需要注意手机它本身的这个加速度计的灵敏情况，比如说普通一点的安卓设备的话，它的加速度计的精度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睡眠总时长的数据，苹果手机的监测结果是7小时59分，安卓的是7小时55分，而 PSG 的数据则只有2小时31分30秒。这个睡眠报告的结果跟我自己感觉的体验是比较相近的，带着那些东西很不舒服嘛，床比较窄，然后旁边放着四台手机也不敢乱动，所以就一直躺在那里，但是也没睡着。在一些极端的睡眠场景之下，比如说用户他晚上睡不着，他的身体其实没有抖动，基本上所有的睡眠监测 APP 他都会把这个状态记录为睡着的状态。相比起 PSG 对我的全面健身观察，手机又小又不和我接触，就算硬件本身够灵敏，检测到的数据可靠性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你把手机放得离你很远，或者放在很硬的桌面上，又或者你身边有一起睡的宠物或者是伴侣，那感应器抓取到的数据就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你的睡眠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手机检测需要收集一晚上的数据，整理后推算出一个基准，再进行整体的校对。使用手机来，它不像使用 PSG 这种直接通过人体的电信号来进行分析，必须要通过一整晚的睡眠，结合着用户的一个睡眠历史，综合的判断用户的一个睡眠阶段。我觉得手机睡眠 APP 对于我来说，你可以很方便的就看到你某一个周期的入睡的时间跟醒来的时间，作息时间趋势是怎么样的，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但是以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它提供的数据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如果要很准确的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户到一个睡眠中心去做一次完整的 PSG。我觉得如果是它出现了我们比如说日间困倦啊，或者是记忆力减退啊，精神疲软啊，打鼾还有这个憋醒，那么他就应该来医院里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而并不是依靠这个手机 APP 的提示。
大家好，我是这一集的编导乐乐。如果说你是有长期睡眠困扰的小伙伴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过度去纠结于手机睡眠检测分数的准确性，如果反而给你增加了心理压力的话，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但如果你只是像我一样，可能就是饱受早上闹钟的那种死亡困扰的话，我个人还是蛮推荐潮汐它用白噪音来唤醒的这个功能的。随着睡得好不好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用枕边的手机和电子手表去监测我们的睡眠，可能也是我们个人健康科技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关键的问题来了，你会愿意让自己的睡眠信息每天晚上都被手机精准捕捉吗？欢迎你在弹幕留言区告诉我们。最后，看在我们让 Champ 在医院里只睡了2个多小时的份上，不要忘记一键三连。